那我们就见王菲前辈的。哦，没有人，没有人，正辉，没有人，没有人，先走了。你们又认识吗？认识。Oh my god！ Oh my god！ 知道你哦，是吗？对，你的歌特别的出名，谢谢。你好不好？那个以后跟做朋友我都喜欢。哦，谢谢谢谢。初见面你好，初见面你好。不太适合我，我就觉得我来错地方啊。这里才是我的家嘛。有点出乎意料，而且觉得自己在这里面好像有点落单的感觉。没有必要把偶像和音乐人分得那么清。不会介意偶像这个标签，我相信一般的歌手呢是做不到、做不出这些牺牲的。我是 Jun The8， 我只听 hip hop。对，我很喜欢你的歌。谢谢谢谢。最开始是因为 hip hop， 最开始呀。我没有自己发过自己的专辑，单曲甚至都没有，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比较明确自己的音乐风格。我也是。欢迎来到由热爱全开、潮力无限的百事可乐独家冠名播出的《潮音战纪》。十位才华横溢的潮音偶像，将在这个舞台上用音乐对话，寻找最佳搭档，用才华定义潮流。有请第一位出场的潮音偶像 Johnny J。 陪我慢慢来，一步一个台阶，我慢慢来，好多磨。我明白音乐人是个什么概念，但我也明白偶像是个什么概念。我只想跟宫格一起做歌。对，如果撇开宫格的话，是谁都一样。宫格。原来我已经坚持了八年了，我不知不觉做了八年音乐，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并没有在刻意坚持，而是你真的是因为喜欢这个事情一直在做。三秒。能让我最大程度的去展现我的优点，去遮掩我的缺点的，就真的只有就是一直跟我们一起生活、一起那个我身边的人了。对。最终谁会和谁成为一组？我们拭目以待。节目由热爱全开、潮力无限的百事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7.1声道 HiFi 音质、会变色更潮美的荣耀10手机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每天有10000套搭配的魔物街 APP 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指定品牌：兰蔻粉底霸、磨皮及底妆。我们有请下一位潮音偶像徐明浩。加油加油。在演唱会上有个人啊或者我小组的一些展示，但是还是以团队为主，并没有展示过太多，对，就是我个人的东西吧。渴求吗？当然渴求。舞台还行，不错不错，比我们想象中的大。然后如果摄像机出来的话，应该会更壮大了。我想传达的就不是说我要在舞台上我只是唱歌，我只是说唱，我只是跳舞啊，然后结合在一起。我想展示一个完整的一个舞台，把每个舞台都当做一个作品来做。热爱舞台。各位工作人员大家好，我是徐明浩，也希望请多指教。这一两周真的是每天的行程都是排满的，然后只有晚上有时间，所以就晚上熬夜来完成了这个舞蹈。所以现在身体稍微有一些就是肌肉的酸痛，但是习惯了这种感觉。就我是那种能动，但是我没有受过很专业的那种训练，或者说怎么样。舞蹈是真的练10遍、100遍、200遍绝对可以的，只要你
敢去练，只要有花在时间上，时间就会证明你跳得好。那你们最长的练习时间是多少？你们记得吗？每天睡一两个小时。其实只看这个舞台的话，大家可能就是不会想到背后明浩就是有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和时间。我是有感觉到明浩有着他自己的一个对舞台的欲望，他想把自己更多的东西表现给大家看。所以这样的明浩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闪闪发光的一个明浩。这首歌是我团队的一首歌，然后我把它重新写歌词，然后重新编曲，改变成了我一个人的风格。我里面有一句歌词，潮起潮落荡漾，音符飘向远方，然后后面两句是我们其实一样，在这里用热血流淌，潮音我在。我就是我努力争取到第一或第二的位置，然后选真这个。我不知道我在他们的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我觉得我跟他们合得起来。如果我可以到第一第二的位置，我会鼓起勇气。来首有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哈，翻到书包跟我一起跳，忘记所有烦恼一起唱。潮起潮落荡漾，音符飘向远方，我们其实一样，在这里用热血流淌。只要手跟潮起或拍手，一起跟着感觉走拍手，来我这来我这一起，别嫌弃别嫌弃别。谢谢大家。哦！
你们有跟着跳吗？有。哦，好喜欢你这个地方，就有想一起跳那种感觉。那就太好了，到达我想要的目标。相当于像足球界像梅西和 C 罗，徐明浩他可能就更像梅西一点，像在盘带能力上面，在一些技巧方面可能会比较细腻一点。像 C 罗呢，就可能在一些力量上面、一些大体上面、一些身体能力条件上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这两个人的总体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文俊辉跟徐明浩他们虽然是一个团里面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各自真正想要的东西并不太一样。接下来请为徐明浩加注热爱值，按照热爱值最高的人拥有优先的选择权。加注热爱值时间结束。哎，戴这个有意义吗？哎，你为什么？哦，这你自己的。你到底唱什么歌？需要那么……我已经很有信心了。对，就是我自己的歌。啊，你唱自己的歌啊？对啊。你唱自己的歌？对。我真的就像个新人一样，你知道吗？没有耳返，没有自己的歌，什么都没有。因为以前组合其实多的还是被安排的多。我来到这，以我自己形式做音乐，哪怕连这种耳返的知识，哪怕连这种细节的准备任何东西的流程这种知识，我觉得都是自己来这一步步吸收的。我们下一个准备五加成。我来这是有目的的，我要让大家认识谁是伍嘉诚，他的音乐风格是什么。哎，我慢慢来，一个台阶我慢慢来，好说我慢慢来，比几个文案慢慢来。我们大众进入 hiphop 时代很晚，但是现在大家可能都喜欢做一些电子或 hiphop， 但是我觉得它不是我血液的东西。我从小听香港最盛世的音乐长大，我要做的就是中国偏 disco 偏 funk 曲目的。我这个人就是平凡的一个人，我只想传递快乐。伍嘉诚在上面激情四射，让别人感受到快乐，看到我就想笑，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真的就这么肤浅，我就想传递快乐，这就是我的音乐性。说实话我是挺佩服的，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没有观众的时候光彩排的话，我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对着哪里唱，就是很专业，对我来说就是很专业。自从21世纪以来，中国做 funk 音乐的歌手其实真的没有，所以当时也找了很多没找到，那我就从我的偶像中找歌。哎，发现我完全没有理由理你。首先我问我的制作人啊，我说这首歌有没有可能改成 funk， 他说可以。我当时就，哦，这完全就是会不会等于伍嘉诚，或者说会不会有更新的东西碰撞？我觉得这就是我来潮音战纪的目的。破音了，破音了，太干了，就怪昨天吃了两包泡面。爽，因为那泡面挺辣的。所以发现今天早上怎么出不了声，我一直在化妆间，我就一直李亚李亚我现在有点想死啊。就不到唱那一刻嗓子都哑了。万又憋喝了。我是背水一战的，我这次如果表演的不好，有可能是车祸现场。
便利商店，穿着睡衣，穿着拖鞋，柜台看得傻眼，我更害怕商场那么远。他被杂志洗脑，说我皮肤也没那么好，说我本人没电视上高，说我本人说的可以笑，我人能不能邋里邋遢，睡肩膀是我的宝藏，刚睡醒声音扫下，去他妈的给我一杯我的另一位客人开始。他上午的嗓子已经哑了，有点有些，因为最近都很累嘛。离他们有点远，不如我们走过去看一下。这首歌呢，需要大家跟我一起完成。等一下，我唱一句，我们唱一句好吗？啊 ，three, two, one。可以哦，这边。读的美品，大家都知道我不必点名，欺负每一个人，自己不会还装作评审，攻击我在节目上，为了那三分钟不光唯一的资格是说话很贱，自己唱的五音不全，听过你制作的唱片，我前前前我根本不屑，反而没有听到你新的音乐，起码已经有十年，赶快反驳来对号入座，可是不管你怎么说，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我完全没有，呜耶耶，我完全完全没有理由理你耶，呜理你呜，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理由理你，完全没有理由理你呀。哦，这个可以了，帅帅帅帅帅。他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阳光，你知道吗？这个莫名其妙不是说这个阳光有问题，而是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阳光，就他到哪儿都能把人带得特别开心的呀。然后我还蛮喜欢他去唱一些 funk 的东西的。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我很看重情感。我有中正男这一组的原因就是，第一，说实话就安全感；第二，我觉得我跟他会有很好的舞台。我们有请下一位潮音偶像周震南。认识他是很久以前了，因为他舞台上面的那些是因为腾讯的另外一档节目。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是练习生呢，现在进步这么快。之前在我去年出道的那个《明日之子》那个节目，大家可能接触过对我的标签，就是常说唱，唱的也不咋地，会点跳舞，跳舞也没有说有多好。我其实真正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周震南到底做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其实我一开始想选整整两年了，
的时候呢，我也理解说大家都不太了解现在的我跟节目的我有什么不太一样了，也不知道我的变化。其实这首歌我写了很久，它发出来的时候，包括我在巡演上唱啊，可能真的就丢失了它原来的有一些味道。我有些时候就是太把注意力集中在很多点上，不光是我自己，包括下面的观众朋友们他们的感受，我太在意可能周围的环境这些东西了。我觉得潮音这个战纪这个第一个舞台，我是做到了把它找回来的一个东西。下一个准备彩排，周震南。这首歌本来舞蹈还蛮多的其实，但是前段时间在其他工作的过程中，然后把脊椎就是尾椎摔到了。哇，他脊椎没关系吧？上楼梯都挺晃的。他就该慢点啊，怎么办呀？他的腰。哥，我能今天直接先站着吗？哦，你先不，可以啊，可以啊。这啥？治病的。腰痛治疗仪。你这个腰痛是腰肌劳损的痛还是骨头？骨头啊。骨头。妈呀，年纪轻轻。今天腰真的很疼，就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那么疼啊，但是没关系，明天可以做得很好。哇哦，哇哦，性感的小伙。你干嘛？你先站。你在干嘛？有点疼，有点疼。等一下，你是脊椎不舒服吗？没事，就跳完再说吧。谁知道呢？自律性。每一次都是真正上台就直接放开，跳完了什么结果再说吧。对他这个年纪来说，他真的好成熟。他想的事情，他在音乐上的品味，他坚持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成熟。他很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他也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经过这两次的接触之后，有点颠覆我对他这个年纪的人认知。终于把这首歌唱了，聊了一个心愿，真的。感觉大家都好拼命的，现在在一直在练习。哟，太帅了！辛苦了，太帅了，辛苦了，喜欢的舞台，太帅了，辛苦了。你还是三四年前的你吗？我还算满意吧，唱完那首歌，我自己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其实那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去唱歌，在之前的演唱会啊、巡演上，我都其实也有些顾虑，也没有敢去这样去做。我选 Samuel， 想跟刚认识的朋友一起合作一下，然后刚好也是年纪也差不多，我觉得，呈现的舞台应该蛮有趣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潮音偶像 ，Samuel。It's okay. You can do it. I can do it. I didn't have the big schedules for China way before.Through this program, I just wanted to show them who Samuel is. 大家好，我是 Samuel. I like trap, hip hop, and R&B. 我是伍嘉诚，我是歌手。做音乐的风格是我喜欢展现一个舞台，就不光要唱，或者是 rap， 或者是舞蹈，我想结合一体，就还是以电子跟 hip hop 为主。但是我一直做的都是中国。自己可能做的是比较电子，有带舞的。I was thinking, what should I do in the stage performance to show the other contestants to pick me? 我没有什么万能相同哈，有没有什么完全没有？一直在我身边环绕 ，So pretty. Me, mic check first. Yo. Yeah. 他有伴舞。我知道，在后面呢，都在后面。They're ready. Oh, okay. 对对，这张上。I want to go there. I want to do the mic check first. So it was just a stage that I introducing myself, like the first time. So
I wanted to give them a very good impression about me and a very good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你看着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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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we thought we're gonna go out when we do the la la la. Can they go outside here? I mean, yeah, yeah, this way. Can they exit this way? To me, a stage is like a house. If I go up on stage, it's like going inside my room. And there's my secret. I just feel like it's my world. I just want to say to all the contestants, I'm probably the youngest through all the 10 people.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probably be more better than them. So I just want you guys to be prepared and be ready. Summer! Summer, 对他比较好奇，因为他年纪最小，现在挺多年纪很小但是很厉害的，很冲的。对，我就很想看一看，就是能冲到一个什么程度。对。I go by the name Sammy. Yeah. Ooh. Break sound, say yes. 你看着精彩的世界有一个我，只为你不停走的灯火。你不用猜 ，baby， 不用猜 ，baby， 给你全部的我 ，all of me。小小的身体散发出巨大能量，真的。
接下来请为 Samuel 加注热爱值。哇，三妹，我有惊讶到，哎，你唱的真的很标准。用别的语言唱一首歌的时候，不管是感情还是发音，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当年学舞蹈还跟他学过舞蹈，你知道吗？啊，你们也是有很多故事啊。我觉得永远不是年龄赋予人意，是人赋予年龄意。他跟我说他做自己所有的编舞，那个舞台就是属于他的，舞台上面每一个动作都是他脑子里面出现的，我就没办法评价，那就是他的东西。 He is very talented and I was very surprised I picked this person。我们有请下一位潮音偶像严安。上海小帅哥，上海小王子。大家好，我叫严安，来自中国上海。不好意思。走了。这是我给别的九位成员写的小卡片，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所以说就是感到很高兴，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可以一块努力，多多关照我。这个卡片先给你。哦，谢谢。这是我那件心意吧，你知道吗？等那个红参茶的，等会儿再。没关系。再给，希望可以搞好关系，因为我也是，其实就是很担心，怕就是会有人会不喜欢我，或者这样担心这种情况。你这种性格很难招人烦。啊，是吗？谢谢。来，帮我把这个信给传递给他。好好好。哟。这是给你的，这是小卡片。哇，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用心的。啊，没，这应该做的。哇，这是有助于保护嗓子调整状态的参茶。严安哥真的很，对，就是电视剧里演的那种男主角。其实我不会介意偶像这个标签，我觉得偶像他是有实力的，因为我在海外做过练习生，他们中间的过程我能体会他们是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努力，然后才能从中出道，然后才能获得这个偶像的标签。我相信一般的歌手呢是做不出这些牺牲的。杨安他怎么办？不吃饭了吗？杨安去哪了？其他的这些歌手我也是有了解过一些，就他们肯定会还是以舞曲为主，我就是正好想到他们这一点，所以说我也准备了和他们完全反对的以静为主的舞台，希望可以和他们达成一个反差。Whisper underneath my prayers, but you heard.
但他刚才就是唱 Angel 那一句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看到真的是天使在人间的感觉。我觉得严楠可能，因为他好像也是唱歌的，然后他的型感觉也跟我蛮有一点点像，就是比较气质型，所以如果可能一起就会可能比较撞到。欢迎你们！我们有请下一位潮音偶像，宫格。大家好，我是宫格，然后我平时做点音乐，然后现在出点歌。明天就是出舞台了，现在心情怎么样？没什么心情。要两两配对的话，其他都好帅、好年轻、好小、好阳光。我很迷失现在。他貌似并不想跟你。很好，但是有可能我进入大家的步调就都乱掉了。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要的是非常极端相反的东西，就哪怕从现在选的这个歌曲已经能看出来。喜欢他的东西，然后另外，哎，我真的不想跟这群小哥哥一起跳舞。就我们现场准备，3、2、1。This beat. 这首歌是因为我是我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它作用就是介绍我自己，就是我跟这个世界说个你好。
异域风情吗？音乐好棒哎，音乐好棒！哇，他的歌真的太风格太棒了。我有点惊讶到的一个人，印象比较深刻。国内居然有这种风格的那个音乐人，让我叹为观止。我们下一个准备。哦，音乐真的很棒。哎，大神大神，真的好棒。好喜欢他的音乐，仪式感好强。你穿的蛮浮夸的。有天气开始做梦，总想找点不同，想烟抽的太多，有时候喉咙会痛，情绪变化无常，心动跟着想象，不掩盖对你的态度，就算表情都一样。天生喜欢暗的颜色，后天分裂双重人格，和作品语差不多，都在抱怨怎么才合格。总有人会到地球来挑衅过了期的规则，帅应该怎样取舍，感到不一定是真的。 My name is就是一个人彩排都不用力的人，你今天这场表演就那么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块区域会有模糊的地方，但贡哥是那块模糊的地方相对比较少的人。Stage was very emotion. I think he doesn't care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say about him. 有请下一位潮音偶像周兴哲。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
你知道他的歌在海外特别人气特别高吗？对，就是他这一次唱的这一首。对，这首歌在 YouTube 上面转发量已破8000万了。哇！我是潮音战，我来自台北，然后我是个歌手，算是第一次在内地参加节目，内地之外自己都有办演唱会，然后反而在内地是好像都没有人知道我这个人。也会担心，哎，自己有没有粉丝？会不会有人在台下帮我加油？这次会选择我自己的一个创作歌曲《你好不好》，是因为我知道在内地，其实这首歌在榜上都有很好成绩。然后最主要想来这次参加的节目，就是让大家可能听过我的歌，也知道我这个人，然后可以把歌跟人融合在一起，这样自己把《你好不好》改编成一个电影的版本。那其实，我相信把《你好不好》改编成电影的风格，现场一定可以带动一点嗨的气氛。我觉得我应该会选 Samuel， 因为下一个表演可以用一个英文歌曲的方式呈现。那我觉得 Samuel 他也是 from 加州 LA， 所以我觉得整个表演会非常的精彩。哎。哎，好会跳 ！Oh my god， 为什么你们都这么会跳舞？不要跳那么好啊！真的，这么会跳。我希望可以把《你好不好》改编成一个电影的版本，设计一个小小的舞蹈，这个歌曲的气氛是有肢体也要把它带起来，这样。你之前有跳舞吗？你之前其实完全不跳舞。我会跳舞。我进去之后，我看到是挺干净的一个男生，本来我很明白的一个创作歌手，直到我看到他在练习跳舞的时候，我有点不太明白他在干嘛。觉得他弹钢琴唱歌的时候是发光的，但是跳舞的时候他是没有自信的。真的吧，给你一个建议吧，你那种创作型的那种的，因为你本身就外形 OK 的那种嘛，就只做你擅长的，你也看到他们跳舞了，对吧？就你只做你自己擅长，你会更有自信嘛，对吧？一个 rapper， 然后做内容输出的话，我要表达的东西，这个摆在第一位的。如果是周兴哲的话，我觉得其他因素可能会干扰他。我们有请下一位潮音偶像，周兴哲。跳舞，怎么跳舞？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
急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化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哎呀，你好不好？受不了，后悔钻进心里烧，拥抱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用你的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爱，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给你多好还要不要，答案我却不敢揭晓，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不要离开骄傲，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你曾经爱过，让我们回到那一秒，你好不好？谢谢，我很好，迷弟出现了，我很好，迷弟出现了。我觉得现场的歌迷朋友们都真的太热情了，太好了。哎呀，来来来来来来，你要干嘛？哎，耶，很会吗？可以吧？你很会的，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个动作，我跟你讲。我是有镜头感，有导小爱心嘛，而且还要骑小胖。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接下来，请为周星哲加入热爱值。全开潮力无限，上百式概念店揭盖您跨界限量单品。龚哥，我选 Samuel。Samuel。I picked this person。潮音战纪热爱全开，接下来是百式热爱值公布时刻。接下来公布的热爱值是按照到场的每一位现场观众一票等于1000热爱值的换算格式。来公布大家的成绩。按照热爱值最高的人拥有优先的选择权。啊 ！Oh my god！ 第二名到第五名拥有一次拒绝的权利。第六名到第十名，如果你被选择的话，你将无法拒绝。第九位，78000热爱值，周星哲。不管是新马或者是台湾或者香港，只要有什么歌曲，几乎都会第一名。然后来到内地，在那么多人，然后这么后面的一个名字，就会觉得哦，尴尬哦。第八位，80000热爱值，周震南。
谢谢。接下来要公布的是第六位，一样的。第六位是81000热爱值的伍嘉成和傅龙飞。第五名 Jun The8。第四位延安，谢谢。第三位三秒同学。第二位徐明浩，谢谢。接下来第十位的37000热爱值，第一位的150000热爱值，第十位的是第十位的宫格。说了吗？来，恭喜文俊辉。哦，谢谢。哇哦！接下来进入。明日你将和谁成为接下来的音乐搭档？文俊辉同学出列。文俊辉同学今天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我不需要任何理由，我的第一顺位选择肯定是明浩。明浩同学，你拥有一次的拒绝权利，如果你选择接受的话，请往前迈一步，如果你选择拒绝的话，你就站在原地，请你做出自己的选择。我很喜欢你的歌。谢谢。他是我在国内很喜欢的一个 rapper。好帅！努力争取到第一或第二的位置，然后选真这个。没有人，俊辉，没有人，先走了。啊，叫你不好好吃饭，不听话。很有意思。首先我们是一个团的，没有人比我们更有默契。跟俊辉的话，最可以把我想要表达的都表达出来。不需要任何理由，我的第一顺位选择肯定是明浩。感觉好像看了那种相亲节目，配对成功。俊辉就是一个依靠嘛，因为最开始在海外，就是我都不会就是外语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跟我对话的人，所以就一直依靠，只要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心安的感觉。让我最大程度的去展现我的优点，去遮掩我的缺点的，就真的只有我身边的人了。对，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不管是今天的顺位是如何，因为在我眼里面，其实
音乐没有不可以去用好坏来评价它，因为每个人就是对音乐的喜好还有理解是不一样的。我希望大家都接下来的日子里可以就是像第一天我们那样能开开心心的，不要有负担，就是这样去下去。对，加油，加油，很爱你们。许明浩同学，对你有印象的人有小弟弟三名同学。徐明豪 He's very stuck in my head right now. I think his music style would very be similar with me, and like his dance, he's just like flying in the sky, like a bird. He is very talented, and I was very surprised I picked this person.Thank you. 接下来有请排名第三位的 Samuel 同学出列。有三个人都选择了你，他们是傅龙飞、Samuel、周兴哲、选 Samuel、还有周震南。我选 Samuel。请三秒同学做出你的选择。我的音乐呢，就还是以电子跟 hip hop 为主，把中国元素加到电子跟 hip hop 里面。我出道的时候是抒情歌，然后走向就比较电音。我自己可能做的是电子，有带舞曲那样，会带点说唱跟舞蹈的东西进去。电子周正南 ，OK。Thanks, bro. The reason I picked 周正南 is because of his performances was very awesome, and I just thought he had his own world when he was singing in the performance. So I really got emotional for his performance,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got the best energy.That we can show, so, and the energy is the keyword, special. 好，那周震南对你有印象的有，你的一日搭档伍嘉成。其实我很纠结，因为来到一个新的节目，我想尝试新的，其实，但是我们互补，我们合作过，我还是想选择他。因为我们已经合作过了，比如说我们又唱《西门少爷》，连排练都不用排，而且现场绝对很炸的。但是那不是我，我也不做那样的音乐。严安同学，请出列。对你有印象的人，没有，没有。请你做出你的选择。太高了，对，这是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对，我一定不会跟他打，真的太高了。他就是害羞嘛。我选择我只想跟宫格，我不想陪他们一块跳。我选择吴嘉诚。
我不拒绝。你要拒绝也可以。武嘉诚同学，对你有意向的有两次都选了你的延安同学。我要哭了。理由那就是有演员，有演员，有演员。首先这个我很感动，但那个房间其实我待了很久，我就在延安跟周震南之间徘徊了很久。所以不好意思，但是没关系，命运缘分就在这。我也会和吴嘉诚一块努力创造出更好的舞台，请多多期待，谢谢。我们先定个目标，下次怎么也能拿个前三，好不好？好好。哇，前三不行，总共就五队，怎么拿个前三？这坑吗？这坑吗？重新来过。不一样，目标是第一名，第一名。目标是第一名，目标肯定是。目标是第一名，目标永远是第一名，目标永远第一名。我。目标是第一名。重点，我觉得目标是绝对是第一名。目标永远是第一名，目标永远是看着头，就看那个东西，看那个。演员，吴嘉诚。噔噔噔噔。接下来，请 Johnny 这个同学做出你的选择。其实这里面只有他的风格跟我相对能接近一点点。东哥，东哥。Johnny 这个同学对你有意向的有宫格、徐明浩、要翻了，他更像是把我从一个我略带抗拒的一个氛围里面把我救了出来，让我能找到一个让我做开心的事、舒服的事情。因为我心里面本身也是选择他嘛，啊，松了口气，松了口气。那结果来第一天，我就好像来错地方的感觉。就如果以后都同意的话，就可以试着把这个节目做，我们俩做成另外一个节目的样子。周星哲和凤飞同学自然成为第五组音乐搭档。因为他唱腔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没那么偶像，他是有一些他自己的小腔调在里面，我希望能够融合一次，让大家期待一下第二次表演。接下来你们就在《潮音战纪》的舞台当中组成了你们的音乐搭档。接下来这次，希望我们真的可以很走心去写一首歌打动观众。我会希望我的音乐是可以打动你的心，是可以直接穿透到你，然后可以到你的生活中，给你一个陪伴。Like I have no words, it was just awesome. He got his own style and his own emotion and all of his world. I still want to make something like fashion, energy, something special things in one minute. Nice.我俩太熟悉了，就熟悉到像家人那种，就是我不说话他不说话也很和谐。我在他身边，他在我身边，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我一直就非常喜欢他，所以那一个纯正的歌，那他必然是我非常喜欢的。就连好玩的，就连我们两个人都认可满意。第一就安全感，第二我觉得我跟他会有很好的舞台，他和我在一块的话可以和我达成一个互补的效果。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少女心 attack。 What？ 少女心，对，然后让我卖萌宁可死。少女心的话，You need to choose a song. 就是我最喜欢的舞台，我喜欢的舞台，我想做的一个舞台。
我想你就这样走出来，你可以再颓废一点。因为我知道你写情歌很擅长，做一些跟他们会有产生共鸣，而不是说只是情歌。那 我的部分是要是在哪里？你们将有机会选择更换搭档。哦，我没想到会重新分组。分组也还不错，因为它有刺激，会有新鲜感，创作什么感觉啊？所以你要拆散他们？你是想跟我聊什么呢？感谢热爱全开潮音无限的百事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感谢7.1声道 HiFi 音质会变色更潮美的荣耀10手机联合赞助播出，感谢每天有10000套搭配的蘑菇街 APP 特约赞助播出，感谢本节目指定品牌兰蔻持妆粉底吧磨皮及底妆。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现在到了我的彩蛋时间了。现在快到暑假了，然后我给你们推荐一些暑假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听的一些歌单吧，你们可以试一下。然后我自己平时呢其实是听一些古典音乐，比如说巴赫跟贝多芬的。来，收行李，看我这凌乱又有序的行李箱。年轻人不拘小节。把这几件全部卷起来盖上，你们就看不到下面有多乱了，好恐怖啊！有没有？多么整洁！谁看得出来是乱的？谁都看不出来，是吧？在节目里要去，听说要去那边住。我很好奇我的室友是要不要带个礼物给他。小猪佩奇，因为有可能是外国友人，给他看一下国产的特色。 Baby 里面你送的也是小猪佩奇啊，这么没有诚意。那我没有东西了，我很穷，我可以到北京带他去吃一碗炸酱面，让他了解一下当地的特色。这里还有罐奶粉。挑我自己的衣服，这个你们可能不能看。拜拜。加入热爱直通道，腾讯视频无进入潮音战纪播放页或者潮音偶像 Doki 个人主页，找到加入热爱直通道，支持你喜爱的潮音偶像。普通用户每日有2次加入机会，会员用户每日有4次加入机会。此外还可以购买百事可乐速销包装产品，在百事概念店中用兑换码换取热爱直，每瓶有6次加入机会。热爱直可加入给同一潮音偶像，也可分开加入不同的潮音偶像。关注荣耀手机官方微信公众号荣耀 Owner， 输入潮音战绩赢取现场门票，感受偶像最潮音。打开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极致潮流音源同步上线。感谢战略合作伙伴新浪微博、微博视频台、微博网络综艺，上微博搜索潮音战绩为偶像打 call， 解锁爱豆更多精彩视频。感谢腾讯视频 VIP 企鹅号、QQ 空间、微视、全民 K 歌、云视听、极光、Award 超级兴奋团、Echo 回声、QQ 炫舞、炫舞时代、样榜对节目的大力支持。